那这是新店市十四张农业区，它的位置哈、在中央新村，你们知道吗？中央新村以北，好、哦，然后秀朗桥以南，秀朗桥以南，好、哦，然后在新店高中的对面，你们就可以看到一大片没有高楼的都没有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它是个农业区，啊、哦，里面呢有这些勾扎族啊，有姓刘家的，刘家的有他的古公厨啊、哦、家。好，那有他的也有他的一个家庙啊，宗祠啊，也很漂亮。好了，那这个街啊，这个民生路86巷啊，就是叫做电展街，电哈铺啊，卡扎吉的哈，卡扎吉的名啊，哈，今麦人唔知这个名啊，今麦是知讲民生路86巷啊，那主要因为这边有一个土地庙，电展街啊，新店第一街。新店以前没有街，啊，新店怎么来的？这个名称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，他在我们这爹妈龟嘛，他爹妈龟，底大平林秀朗桥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渡口，那渡口人家上岸以后，旁边就有人做生意了。可是你后来新店的发展，就是发展到山区到北宜路了，所以北宜路那边就开了一些商店，那这些商店越开越多呢。然后呢，哎，比较起来，对照于爹妈龟哦，阿家是新亏的店哦，所以讲叫做新店，所以变作遐有一个新旧的对比，就是因为有电展街，所以这个地方叫新店哦，所以是这样，比较不是纸上作业，而是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一块啊、哦，叫做北端约15公顷要建捷运南机场啊、哦、这一块。以后呢，捷运环状线这样子走，啊，然后呢，到中和，到板桥，到新庄，然后到五股，哦，然后采取高架，只有这一段是地下，然后呢，这个大平林站这个地方呢，再接过去走木星路，一直到木栅动物园，接起来，所以以后就环状线，叫环状，啊。好，然后这一块要当机场，好，所以问题就发生在这里。你图一画，你政策一定，好了，一下就开始啊、哦，有问题了啊、哦。好，这是他的车站啊、哦，还是从 Y1 就是那个啦，哦 ，Y1 就是木栅动物园啦啊、哦，然后现在要做的就是 Y7 啊、Y7 这边，然后还有南机场，好、哦。然后一直接到三重、梧州啊、这边过去，然后后来以后要接那个内湖线，好、哦，这看起来好像挺美的哈、哦，哇，捷运网真的很漂亮啊、哦。那事实上，交通的确是需要重大建设啊、哦，只是说在重大建设底下，一些问题就很严重。一个琼林社刘氏家庙在这里，然后呢，爹妈龟，然后呢，底下呢有一个聚落叫西边寮，旁边呢就是环河快速，好，这边这个整个区域呢都是在基础用地。啊、哦，这个就是西边寮，啊、哦，秀朗桥在这边，对面呢叫尖山，中和的那个尖山，啊、哦，那这是中和市的现在很高的那一栋住宅区，堤坝三河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啊、哦，这边呢就是属于安坑的那个尾端了，啊、哦，要到安和路啊，要到南市桥。好，然后中间是新店溪，啊，那它在旁边，这边有个聚落，然后这条路往前就接电缆街。好，这一块聚落怎么形成的？它就是早期就是说在50、60年代开采砂石，那时候的建筑业很非常的兴盛，到处盖高楼啊，因为经济起飞不得了啊。然后好了，要需要大量的这种要做混凝土的啊、哦，好，那就在河
河边开采砂石。这些人呢，大部分呢，有一半的人来自于云林、嘉义、彰化，云林最多。哦，那个我家弟，我问他说：“啊，你婚礼面是安怎？是以前拢食饭食另外个？那这个不是正常的，啊是安怎？我多生活，你讲哦，就是艰苦。哦，所以要北上啊来求生啊，所以在这边呢开采砂石。后来呢，就在那搭那小小的那个草寮，用木板呐、啊，哦，把木板绑啊寮啊，然后呢把它搭起来，然后上面覆盖那个叫油毛毡啊，那个柏油的那个哈、啊，可以让它防水、防什么、防晒啊这样子。然后慢慢的，你看现在已经在这边50年了。然后房子呢，有时候路边漏水要翻修啊，对不对？那另外还有一半呢，是那个农民。那个老农民啊，不愿意呢住眷村的，然后呢是眷村不够啊，没有办法分配的，然后呢是呢喜欢在外面啊，不愿意说在归军队管，下班以后在外面不自由的这些农民，那时候还年轻啊，哦，好，一看这边好像可以，也在那边聚集啊，上午拆迁补偿说明会啊，在5月520那一天举行。他们呢，西边寮真的是完全针对西边寮哈、哦，我要生存啊，还我居住权啊，被扣掉啊，什么我要安置啊，什么什么一堆的哈、哦。那也有呢，补偿呢，只有拿30%的，那补偿也有拿70%的，因为它有分，81年到88年，哈、哦、是30%，81年以前的房子是70%，啊、哦，88年以后的 no， 哦零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零啊，无啊，我们到一岁就想了。哦，我们讲的最实在的例子，新店西哈、哦，碧潭以下，然后秀朗桥以南哈、哦，然后碧潭以北，然后你们知道汤泉社区吗？你们知道小碧潭捷运站吗？那你们知道小碧潭捷运站是要共购的吗？叫做和美市吗？美和市吗？有17栋30-40层高的高楼在那边，钢骨的不大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碧潭美化空间美化那么漂亮，然后好，哎，那你发现怎么搞的？新店市的右半边的天空不见了，哦，然后呢，你捡什么碳？你河流最具生态的啊，你河流最好的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绿化美化，你要什么都有啊，你要什么分多金，你要可以也可以旁边弄了重型，我不要讲大型社区，叫做重型社区。那个重啊，可以把整个新店市，把整个新店市那个我们讲那个地啊，都会要震动一下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太重，一字排开，你会发现哇、哦，以后啊，你从安坑哈、哦，你从住在安坑里面那边，说碧潭那边看过来，看到新店市那边的话，你看，哇、哦，弄清楚，哇、哦，你看来电动矿，你要看以前他们看蟾蜍山呐、啊，看仙鸡岩呐、啊，怎么看到景美那边呐、啊，然后还可以看，还可以看远远看到101啊什么的。都看不到了，那这个就是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就是问题啊，因为，你要去想啊，一条河流在一个城市里面，然后你让它成为是啊，它整个河流跟这个城市的这个天空是整个改观的啊，整个改观，你没办法看得到，好、哦。